今天从8点一路到6点，应该都是满满的会议。我刚破音有听到吗？然后我这几天应该连续一个礼拜了吧，我平均睡大概4到5个小时。其实我想想，姐姐每次在浴室拍片，那个顶光根本就是死亡灯光，你看。说大家现在看我的脸，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其实我前阵子呢去打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医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大家会避讳的话题，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还蛮正常的。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嘛，不是30岁，的确虽然我没有什么很大的皮肤的问题，但是像这边会比较垂下来之类的。对，这是题外话啦，但反正我有去打了胶原蛋白在这里，然后它理论上它是会在里面自己滋生更多的胶原蛋白这种，对，然后还打了水光针，然后水光针真的超级痛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边打边跟医生说，我不要变美了，太痛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啊，好酸，好酸。有时候早上这样子按一按，精神会好一点。我前几天呢，非常勤奋的把我所有的刷具跟粉扑都认真的洗了一遍，因为我发现就是它可以很脏，你知道吗？那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买了这个刮刀，为什么要买这个刮刀呢？单纯是因为我看就是美妆 YouTuber 这样子上妆好像比较专业，是因为这样子可以上的比较平均，然后妆就可以比较薄吗 ？I don't know。我那天看到一个影片，它是一个教学，就说怎么样让你的底妆变得很服帖呢？他就说用力的拍它，这样，你越用力它就越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先走一个干净清爽路线，我决定还是补一下唇膏，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没有气色。嗯哼。我刚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看到我的耳朵有2个颜色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耳朵的上半部特别红，然后我刚以为这边呢是因为沾到粉底，结果好像也不是，然后两边都这样，哎，耳朵特别红，到底为什么呢？好，出门之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然后比起这张自拍呢，其实我觉得别人拍它拍得更好看，譬如说这一张。咁兩個就而家 shooting 緊㗎啦，咁因為 Sammy 其實 Hello， 我们等一下还有第三个比例，后大。好，各位，我们又要再来 self promote 一下了，又有嘢学啦，大到嘅一次掌握基础入门。但募资期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用比平常更优惠的价钱，而且募资期是一定会比之后所有的优惠都还要再更划算的，所以你越早买就会是越优惠的价钱，好不好？我们一起学日文，行きましょう，干杯。我刚从公司出来，然后我现在人在香港大学站，因为我要去我今天的第二个行程，那就是一个拍摄，对，是一个希望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的拍摄，可以的。迟到了多久？迟到了15分钟。现在走到港大的校园，我觉得自己好像变聪明了。现在香港大学超多游客，哦，是吗？而且现在很多人来这里拍照。这个有花，这个很美。你好像很不认识你们学校哎。我第一次见，我这个有花，这个很美耶。好，那在这里拍了，我帮你拍一下。그러진밤침대에누워핸드폰만보면또하루를보내오늘같은날산책이라도다녀올까 but I feel so. 这个 pose 重点在于 share。俾同學，係同學啊！So many questions, 오랜만이야
라는말도못한채 Are you fine fine 이란말만때문에너가잘지내고있는거나알아그냥그목소리가듣고싶은거를어떻게 I say I miss you but 그건나의실수너와다시친구가되고싶은백수 I know this sounds crazy but everything's been lately How's your 동생 doing and your daddy and mommy I'm not drunk or anything I call in peace 세상이멸망하면 나 용서해주겠니그리고아냐 F-boy 였던놈이그래친구들은먼저 I know that I'm well away from being a perfect guy I can't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所以你很喜欢 Nonfiction 的这个 Home Spray超香的！刚下班之后跑去染头发跟剪头发，回味了不知道有没有两年吧，就是剪了前面的刘海，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对，其实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已经剪了，所以 sorry。我最近刚好有机会，就是重新 reflect 了我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跟我做过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Ian一起吧，就我们就弄了一个表格，然后呢，就从我的小时候，然后到高中，到大学，到回台湾，到香港，再到可能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就把每一个阶段，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做的事情把它写出来，然后我觉得。我蛮鼓励大家真的也去这样子写，因为不写真的不知道，然后写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做了比想象中还要更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给自己那个 recognition 或者去认可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像我之前有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讲过，就是面对压力，其实你每个阶段面对的那个压力都是新的。我也会就是一直陷入一个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差，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的那个情绪里面，那个状态里面，把它这样子写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了这么多步，不一定每一步都是走最好的，有可能有做不好，有撞墙的，有遗憾的。我是从这个 reflection 的过程中，算是有给回自己一点自信心跟一些 credit 吧。然后回到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更能够去接纳自己现在做不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做不好它都是一个过程，然后重点是我们怎么从过程中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我会觉得啊，怎么说，我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做不好的过程其实可能都是在变好的路上。一个怎么突然间变得很哲学，好像去年底吧，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压力很大，我有次跟 Keith 吃饭，然后聊一聊我就整个很崩溃，然后我就大哭这样。对，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可能我真的对自己是非常非常没有自信，怎么办，我有点想哭我是不是要来大姨妈了，怎么这么情绪化虽然只过了三个月，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处在一个真的是极度不开心，极度怀疑自己，然后没有办法认可自己的那个状态。但是生活还是要过嘛，地球还是继续运转。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每天起床我就要逼自己去做这些工作，但是我已经知道说这些工作带给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自信感。好了，这是一点小小小的分享，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里，但如果大家现在也在类似的状态，可以尝试把你每个阶段做过的事情写下来。你不要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成，很多东西就是小小的，譬如说你考了 DSE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大的 commitment， 我觉得你必须要 recognize 在那段时间这么用功读书的自己，或者是你经历了转职，你经历了职场上面的不顺利，你把这些写下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原来你经历了这么多，然后你要为自己鼓掌。虽然这些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事，但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就是给自己拍拍手的事情，好不好？ I get so lonesome without you Oh, like you wouldn't believe Can hardly hold myself together Without your arms around meThe days when we are apart Time only drags on and on Each minute I'm without your love 现在准备出门看我最喜欢的 Another 13
By the way， 这个味道我也蛮喜欢的。我记得的话，只有每一年在城市周有机会买到，或者是你要去到东京本地才能够买到这个专属的城市香味。它闻起来就有一点点 spicy matcha 的味道，很特别，但我很喜欢。OOTD 这个灯光真的是有够烂的，里面是一件 Love Bonito 的平口上衣，然后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不知道是 Amy 还是 Army 的外套，然后裤子是 American Eagle， 然后包包是 Morgan。有少少，但系呢度漲咗好多咯。係我好認真啊！呢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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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咯。等我，不要，珍惜你的胶原蛋白。对。第二個是一藍杯麵，第三個是另一款杯麵，但是因為爆了預算，所以先把自己買了一杯。是啊 ，sorry 啊。哇！大家多多支持 Mandy 啊！仲有佢嘅法文課程，3月15日會有。好不健康的晚餐，哈哈。누가뭡니까？제가상황에서빠르게대처하여환자를섬세하게케어下面走了这个短短的斜坡上去之后，我就站在那边，我深呼吸了3口，说我真的必须要停下来了，太累了。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身体真的很差。今天刚刚完成了为期2天的课程的拍摄，虽然我这2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旁边精神上面的参与，但也是真的整整2天的时间。对，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啦。我今天有帮老师买早餐，刚跑去 Donkey 买了这个和牛，这个好像是拿来做牛冻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做过，所以不是很确定应该要怎么做。
呢套嘢啊，哇好睇喎！而家搬到嚟呢一个广播啦。对我来说，晚上敷个面膜才有这种 wind down 的感觉。这篇是 M19 minus， 好像是一个香港的品牌吗？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